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我们继续玩。这把又是这个清蝉月落邀请大家又开五黑，刚才打了一把五黑赢了啊。这把呢，我看一下要运什么好。缺少射手打的最近很少运射手。我看我都怕不会用，你不知火舞呢还是运？我想不知道该运什么好啊，因为我不知火舞一直运啊，到底是用诸葛亮好还是用不知火舞好？那我用诸葛亮吧。诸葛亮等级我就低了一点啊。刚才打了一把，我们是三个五级，四个两个四级的，现在是两个五级，一个四级，两个三级吧，是吧？对面有鲁班，也有诸葛亮。还有韩信，我们这边五黑的没有比较厉害的韩信啊。那钟无艳啊，没有像钟无艳这种能石化人的。我依旧走中路。请做好准备。全军出击。最近打排位上分，基本都是靠法师了，现在。所以我现在铭文我都是选法师出装的吧，过两天还再去匹配一下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就是一个英雄的一整套的那个150的一套啊，还没搞齐啊，不知火舞的那一套。你要过来多死吗？啊？擦蛋！我刚要就吸那么多血。哎，蓝呢？啊，我操，被他们家抢了，好龌龊啊！他们家人咳咳，什么时候跑到我们家把蓝给抢了都不知道。我在这边打小兵，刚好就是把最后的一个闪现都已经提前用掉了咳咳、啊、他们又是一群人追我们一个，不要太烂，应该是不要太烂咳咳，继续清理兵线。你命数已尽，来抓。还好已经把他打死，要不然就是我死。哎，我先有大，他没有快一步啊，他还差一点点，他只有三级。谁先有大招，谁先赢。还在他身上拿了一个红 buff， 这生意赚的值啊！
他这么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先跑，先跑！看到人不妙，而且我是看到对方的太乙真人血那么多。如果太乙真人血很少的话，我可能还会说刷下去，然后开个大。小心草丛。就是赶紧开了个闪现跑了。不做没有绝对胜算的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这里都能卡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先吸点血，这鲁班就放过他不打了，我去打法兰。伤太低会传染，离我远点。哎，胖子不了他。非常非常，这个吃不了，对方诸葛亮一个大。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对方诸葛亮怎么发育那么快？再次强调，我可不是什么算命先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再次强调，我可不是什么算命先生。雅典娜很危险。猥琐发育，别浪。哎呀，没技能了。哇，这怎么死的？这么溜。这孙悟空跳的真快，动不动一下子飘出来，直接把对方吓死了。刚才我那个大被挡住了，要不然对方诸葛亮死了，那个谁就很容易被我打。对方的钟无艳应该是，然后关键时刻二技能又没有了。这太乙真人很烦哎。谁打谁打，你要不要你不要啊，这么和气。没了。不做没有绝对胜算。冲过来，开个小兵，开个大。转一下。哎。拉拉的，打得爽爽的，突然跑出个韩信，干死。
出来的，都没考虑到啊。刚才只是想到一心打的那个谁，一心打的留对方的诸葛亮，最后被人虐了。你命数已尽。这两个搞定他，前后夹击，弄死他！抓我！你们打龙，我来拆塔。吓死他！弄死你！这韩信不自量力，跟我打，嫩了点。没到啊，队友好给力啊。先去支援，我来了，先把对方诸葛亮解决。他怎么知道我在那里的？我操，差点死了！哎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躲。这时候鲁班可不要往我这里射，往我这里射我就死了。还好鲁班他不换导弹。大家有点艰难，但我居然没人来看，是吧？你命数已尽。保护我方。孙悟空，这个韩信躲在这里想干嘛？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请求集合。他卡了一下。
你这个亚瑟死了，打的这时候也是很纠结。哎，刚才不是看到他在这边，怎么没掉了？想回去，哎，不让你回。啊，只要拆了就好了。好了，不饿了。32呗。这个不错啊，打得潇洒，输出38了。哎呀，都给你们点个赞吧，谁叫你们开5黑能赢。